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斗罗三峡又齐聚一堂，今天来到了3月1号，刚过零点，我们直接有新活动，来先充钱看看有什么好买的东西啊。今天要炸一个，现在这个号有什么可以炸的我都不知道，哎，这就该我出手了。我一看这月卡肯定得买啊，你让我合啥呀？超级，我现在得合超级，合超级嘛，神就可以了。我是不是给你准备好的嘛？我会坑你吗？对对，这直接一次上吗？对，这不得垫一下？你还垫几次吗？这不垫一下？你垫的我背包里全都是三星的。真不垫假不垫啊？不用垫，让我有暗器没？让我来个暗器啊？有暗器不行，这得看一下，这东西暗器你随便折腾，这东西不能直接上，这真玩不了一点啊。对，暗器你随便上。不是哥们，你没暗器啊？啊，没有。兄弟们，今天这个难度有点大，没开玩笑。这还需要难度吗？这又这在前面不是没难度，你到现在还没发。有没有有垃圾的？上面有垃圾的。魂斗罗垃圾。上面有垃圾的啊？有吗？魂师有吗？有吗？有魂师、魂尊那些都有，直接给你浪费四个。哦，这么多 ，OK， 相信我，这东西真得点，这东西浪费起来就不止四个了，他一下炸失败说，失败就这一个，给他失败成了，我跟你说，但凡失败的别炸了，这肯定吃吧？对啊，这想都不用想，这只要垫一个意思啊？对，只有一个垫，不是现在都要求这么狗克了，来，今天不读了，明天过年还有机会呢，别着急，天灵灵地灵灵，给我撤！你没电的原因，没电的原因，别来说之前你别找借口，这真得垫一下，是别找借口，不是，好，领取一下。啊，这个大奖要抽很多次吗？我觉得大奖估计得总共就210。不是39.8万出的。好，没关系，小事。也要指示两声雷。没关系，就一个大奖。没了，这下面还可以两边，一个叫赌个宴，一个叫赌个博。啊，能抽640，三万钻，香肠吃一下，吃一个，哎呦，哦，直接吃满，多一个，热辣一个咖喱肠，啊，这吃完这不得喷火？哪喷？他不吃了，到处喷。哪喷？玉成也满了，没关系嘛，都满了。马上就是前期，别急。对，没关系。我们吃那种浪费的人吗？不是，从来没浪费过。哦，叫做癫工。要你们家乡话说，小宋这个状态叫癫工，没事，这不做了三二癫工吗？就是疯子。没有那么来四个，哎呦，五个加95万，满了86万，最后一次应该加多吧？年纪第六个应该加100来万了，啊，没加到，才加14吧？可以上一套，有100万，可以上一套这个新的回到期的。一件，再拆下，看加340万，四十万，是不是我们是那种人吗？拆下，拆下，五星的都给他合一下。刚才刚好有三个吗？哦，你选了三个。活动怎么打？活动就先这样，再那样，再那样，再这样就过了，兄弟。没毛病。没办法，这说不通的。这要是3310能说清楚，我觉得建议我们直接去这个清华北大直接教课去。真的就是这样过的呀。我说我那看一脸懵逼就赢过了。我看着就能过的呀，兄弟们。就你这水平，给人去当山区的支教老师都不太行。刚刚12岁。不是我啥水平，我还能当山区支教老师？开什么玩笑啊！好，再一箭穿上就满。刚才是340万啊，现在加多少？加390吧。一般，那好，把该买的买了。咱们这种不仅买个这个，哎呀，随便，这个东西还需要50个星辰币呢，我的天哪！对呀，这活动快20几分钟就拿完了，咱们看一下淘汰。已经结束了，明天这个随便拿捏，不用看他了。先模拟一次，你凭什么拿捏他？他321，你也21。对呀，咱们是谁？你改名了，跟我们没关系。你是巅峰龙神呀？龙天帝的话，我绝对找那个。意思，名字也一样。把那个称号带上也差不多呀。对，称号的话太小了，打不过吗？是不是打过了？行，这不打过了吧？对呀，那还不错，明天。明天打不过是你的问题了。明天打不过，明天打不过跟我们没关系啊！我今天打过了啊！哦，是是是，明天打不过是你的问题，组长。对，明天我就不来了。感谢大家，三傻，我们有缘再会，拜拜拜，兄弟们。好，大家好，今天是3月1号，也是我们斗罗巅峰服开服的193天。这活动咱们昨天已经做完了，今天我们就把日常说一下，就准备好鱼区打那个竞赛了。战区，亲爱的魂师你好，本战区战旗即将发放。奖励内容将本次势力中当时中枢战勋排行和段位作为依据，根据各位魂师注意自己的民工战勋名次，下一轮中枢后将开启新一轮的战区比赛，你所在的区服根据什么来调整战区，不敢下次就重组中枢了。欢迎来到一区，咱们来看一下。哎呀，同人赛开始了，别说实力强，你不管哪些，我这把至少能打得过嘛，对不对？二一上，来，大家开预测金赛能不能12连胜？不是，我他妈以为你开这个预测，我刚刚打算骂你呢。你看嘛，哎，对呀，这小周一开始他跟哎疯狂，操，他妈这嘴鸡巴加赛吗？你这么拉，你第一把咋打过的？左边浪漫，严肃靠小龙，好，可以。
你看是把神明打过他先干的，你看是不是有操作，是不是得先藏着。哎，刚打的挺好的，没有不会打不过吧。哎，龙神不能一打啊，看到没有没有操作，看到没，皇祖卑劣神加2000%，看到没，帅不帅，虎哥来金山。真的想接这边的，说实话但没办法，奈何我压的左边啊，收菜兄弟们，左边的兄弟们收菜。好了大家，今天差不多就到这了。好的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今天是3月3号，开服的195天。今天我们有可能去芝麻可以赢，因为神明人不是上战力了吗，从15亿到了32亿，然后我们去芝麻有可能可以打赢，这说不准。今天的话可以再升级，把这个等级全都升上去。好，他今天身边的三级神在星期二时候，就身边的二级神兼职三级神买的，然后他要打材料，咱们先把这买了。出牌，是美洲的，刚好。好了，直接就和，不用下注了。好，失败。看来我们这个魂圣不成，这个超级就成不了。对啊，我也感觉。啊？哎呀！这没得了，各位，这是主星轮的什么人，然后星轮肯定就是他是容易暴毙的，但是什么人应该能赢，但是雨燕也死了就很难了，别再死个犀牛啊，凤凰别死，雪狼回上来，打死三个也打不过下一个了，好，已经看了，已经看到了，神明已经被战胜了，啥喵喵，那就不用看了，喵喵很强吗？也是差不多20多亿，26、27啊。好吧，老区27啊，那这个比我们提前开了，它是50伏嘛，比我们提前开了400天，所以我们就才开了200天不到吧。他已经打死一个角色了，雨燕居然怎么还魂呢？借星轮的这个尸体还了一下魂是吧？哇，还能借尸还魂吗？九天泥凤强吗？可以的，很好，非常好。你看星轮就是容易暴毙，但是这边星轮先嘎了，星轮嘎了就比较难受了，这个凤凰就打不出输出来了。就不管嘎不嘎，还是得带他。好。但是我们就没有带啊，哪个我们的号码？对啊，我们的号没有战低啊，保本命啊。那我们这个，他如果用我们这个阵容，不会更强吗？不会啊，为啥？并菜啊，为啥？我们顶的话回血高，然后我们就靠犀牛和龙神扛就可以啊。对啊，但是星轮的话，主要是他有秘法是满的，他秘法满了他也扛不住呀。肉啊，就肉呀，至少肉。他肉的话，我觉得不一定有这个。就比如说，你看你，就我们的犀牛在这儿，然后他这个。好，打一下，试试看，看一下我们和32亿的差距，就差了10亿战力是什么一个感觉？看你们先看，你看这星轮，他死他也会打出效果，点啊，打出点亿啊！等一下，我的凤凰先死，没关系，还能活，还能继续打。你看这神秘人不一定能打过我们的，他这个星轮容易暴毙，就很菜很菜，就感觉。现在你看还是星轮在撑着，爆了星轮还有效果还在，星轮爆了怎么效果还在呢？他就死了以后，他这个效果就是点亿给解放分子，但是没关系，你看这个犀牛，我们的犀牛现在才要死，他的犀牛如果大量。都给犀牛的话，他犀牛应该很弱，看我们也能把他打死，但他这个阵容就不太行啊。他白天打的时候贼厉害，可能前面已经哦，到了晚上就不行了。哦，好吧好吧，如果我们和他武魂互换的话，有可能我们能赢。可惜了，各位，今天差2分钟就拿到这个去芝麻的这个冠军了，可惜差了一点。今天咱们的直播就到这了，拜拜了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今天是3月1号337的这个号呢，今天我们是最后一天玩了，我们今天第8天可以拿到一个很棒的榜，这个榜的话我很久很久很久没有拿到过了，只是在后天8000伏好像拿到过，拿不拿到我忘记了，反正我玩的挺憋屈的，一路上你们也知道，在天使1伏啊被什么被乱七八糟的揍了一顿，然后天使250伏又被阿诺和那个谁神明给揍了一顿。所以呢，我都没和这个东西无缘，但是没关系啊，今天我来了啊，对吧？去这个鸿运号创造了很多很多的那个历史记录，大家也是这个直播和视频的见证者，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啊。那我们先把先说一下今天要做什么，很简单，今天先充值，好，因为没有办法了，这个号暂时被用掉一些了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充这1000，今天这1000绝对不够，为什么呢？有两个东西啊，一个是绘春写真这个活动，另外一个是史莱克挑战。但是除了这个之后呢，其实我们还想抽一下这个学院秘宝啊，最后一次想尝试一下，看看能否拿到这个神虎啊。我觉得咱们试试看啊，咱们先去买一个这个吧，把必备的先买了啊。这里有个，来读一下什么什么献瑞，那玩意叫啥？哲瑞，不错不错，哲瑞林锦里啊，哲瑞天光里。哲瑞地彩里，哲瑞山寺里，可以，这号早就不是我的了，早就第一天就出了。这号已经出了，这号几乎每天都有人来问我，这号出不出？真的每天都有人来问，这个号还是有名堂的。这里其实抽这个也一般，
你这抽了也用不了。对，你抽了也用不了。对，确实得开服80天以后才能用这个东西。来，我们先充值，先充着。啊，然后呢，这游戏其实今天我们也不想给它弄了封号了，因为现在的话没有十来个学院，然后这号主他自己昨天应该是他昨天自己打了一下这个杀戮啊，四处用了一些，或者是应该没有。我们如果要搞的话，可能是第十天比较方便。不知道为什么号主昨天打了这个杀戮，但是这个等级没怎么升。然后哎，等还差多少钱？没注意看啊，就没有满次数是吧？哎，那你昨天上去做这日常，做个啥呢？啊，但是哎呀，号主过了12点，你可以再继续充。我们这个忘记了，因为本来10点半就播嘛，那12点钟之后他还可以再充。这里再充点啥？我看一下啊，75啊，再买个这个。钻石现在有30000，因为这个号主他昨天说他去做一下这个日常，我说好，你去做吧。他就做一个这，这也太羞愧了。好，这都8天了，我怎么黑了？8天了还没出，还不算黑啊？我是粉的，抱歉。你有没有见识过？好好好好好，各位，这个要12点过了才可以。这个就是100抽啊，100抽啊。这个号主应该是自己抽的吧？你看号主什么事儿都不让我们干，真好啊。那就算了吧，说也无效。抱歉，我们这个钱已经抽完了。这个粉红章买几个？天使领域买几个？小宋你也一样黑，不是我。先扭一下，还是抽这个？我觉得先抽这个吧，这个好像不用花完，26000的钻石随便搞一搞。然后呢，这个游戏咱们就 OK 了。好啊，各位可以看一下直播间右上角啊，我们今天花学本送5个100的，其实最近真的是贼穷啊，穷的底儿掉，但是没有办法，我们说到做到啊。我们这个号卖了1000一开始啊，然后我们就拿出500块钱出来，这是阿栋的那500啊，感谢阿栋的大力支持。还有第二层，主要是这儿，这是每天都得买的，对吧？哎，出不好玩吗？这个萝卜青菜各有所爱，既然你能出现在这儿，我还是觉得你潜意识觉得它是好玩的。这种越到后面的就越划算，越前面的越划算，所以就少量买点，把这个做一做吧。开奖了！哎呦，坏了！龙仔中了！龙仔！啊，我今天帮你们测试一下有没有史莱克内院啊？好，本周没有史莱克内院，没有内院啊！你们中奖的到时候来私信好吧，我这截个图。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拜拜了。